Are you the leather product buyers or leather craft enthusiasts?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mainstream materials and their price ranges, then don't miss out this video. It will take you to tour the top leather market in Guangzhou, Mensa Hardware No.1 Center. Hey, I'm Shirley from Guangzhou Dingbags Company. I've been in fashion leather product industry for 5 years. Our team helps brands building their product lines by offering solutions from material sourcing, sample making, production inspection, as well as shipping.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e one-stop leather product solutions, assist more brands adapt to more diversified market demands, thereby reduce inventory pressure and ecological pressure. When my clients send me pictures and ask me what kind of material is recommended for making these products, my mind always came up with the thought that, tell me your budget, I will provide matchable material. Anyway, I'm more likely to provide those stable quality over our past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Experienced leather product buyers know that high quality leather products are produced in Guangzhou Baiyun, while cost-effective PU products are produced in Guangzhou Huadu.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ke you to tour the Mensa Leather Hardware No.1 Center, where Baiyun manufacturers often purchase leathers, artificial leathers, hardware, fabric, stiffeners, accessories. It is now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leather purchasing center, and it's also a destination for well-known brands and leathercraft enthusiasts. Okay, it's very grateful to have these two talented boys from Uplay taking us to tour the Mensa. Now,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dive right in. 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龙头，宁桑天地龙头市场，然后它是整个亚洲最大的皮料珍稀皮料交易中心。然后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然后还有我的同事，来这里，走走走，我们去看看。一共估摸着应该有20多层，还挺高的啊，有30多层吧？有吗？不知道，开放就1到6层吧。这上面都有标注的，你看，一楼、二楼是真皮，然后二楼也有卖鳄鱼的，三四楼就是鳄鱼包鞋，还有一些辅料，五六楼呢就是五金，然后七楼以上都是写字楼，就是对外不开放的那种。去看一下，带大家看一下每个店里的皮料大概是怎么个情况。一楼就先看瑞丰喽。啊，行，瑞丰，我觉得是整个龙头里头最挣钱的一家卖皮料的。怎么说？这个非常非常挣钱，就很多人，很多人，然后包括收银员都在这。都是这个，不怎么偏，感觉是纳帕吧，感觉像纳帕的一种手感。有血吗？没有啊，没有血。对，压纹，掌纹，掌纹，这手掌纹，国产的吗？嗯，对。这多少钱一次啊？老板，老板都没有过，老板都没过，没有空打理我们。我们先看干嘛的？这次。你好。嗯，你好。这个多少钱一次啊？大概？这个啊，这个是23。23。嗯。这个可能仿的是 F color 这个。这是仿的 F color 这个吗？这个是那个便宜的，这个才 F color。啊，这才是仿的 F color。嗯，是小粒之纹，就是。啊。那这种怎么卖？这种。24。嗯。24一尺啊。一张全幅的油皮的话，大概有可能40-50尺，像这种半幅的吧，就是半幅的话，半张就差不多30多尺有吧。
二十多。有标，23.1。嗯。还有其他什么皮料？哦，这些都是，这仿猪皮吧？对。现在瑞丰呢，它旺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旺，挤满了人，然后基本上收钱都得排队的。哎，这个颜色还可以哦，最近挺火的一个牛油果绿。有很多在外地的朋友来广州呢放龙头，其实他们也很迷茫的，因为水太深，水太深就皮料太多，他们不知道该往哪，该往哪走，该往哪看。其实我也很少来，但是我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往哪看。我们一楼差不多看完了，我们现在去二楼走。好，走这边。姚哥剃了个寸头，所以就戴个帽子，他应该在配副墨镜的。又到了一个，他卖很多珍稀皮料的一个，可以卖蜥蜴，然后卖鳄鱼。好多卖蜥蜴皮卖的比较出名的，然后偶尔也可以在一些微信群里头能看到，瑞亚的一些宣传啊、打折啊、促销啊这样子。那他们蜥蜴皮都很多，一点一点。那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就发财了。哎，老板，这一蜥蜴皮它是多少钱一厘米？啊，这个。啊，这种。跟大小尺寸不一样。都不一样哈。大概。来跟你拿的那样的都差不多300多吧。大概一张300多左右。300到500。啊。这蜥蜴皮呢，它是按它的宽度来做一个定价的，就是一般像这张的话，25的宽度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每厘米是多少钱，然后呢比如说超过了28或者超过30的话呢，它就会不一样定价，所以还是看大小的，每一张越大，它的每一个厘米的宽度的价格都不一样的。这一堆每一张300到500，想象一下。哎呀，这样。嗯，鸵鸟皮。哦，对，鸵鸟皮。鸵鸟皮。哎，真的。鸵鸟皮的话呢，它要做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些豆子那个肉面削掉，然后拿锤子把它从正面砸下去，把它砸平了。然后呢，有痘痘的地方呢，一般拿来做面皮；然后呢，没有痘痘的地方呢，就拿来做米皮。这种特是怎么卖？我们这种卖了700，一张700块钱一包，是哪里产的？我产的。皮蛋的话呢，就用中间一条哦。中间可以开4条。开4条皮蛋。然后就没了，一张就开4条啊。然后旁边那些有一些鞋厂那些拿去做哦，然后这种还有这么多拿去做鞋面哦。老板就想问一下，这种关于鸵鸟皮，它去该怎么去看它的一个好坏啊？主要就是看它这里嘛，黄金嘛，黄金部位吧，对，看它有没有伤疤啊、穿洞啊什么的。那像这种就算是穿洞了哈。对，不过。好像边边啊，你很难用到嘛。就算你开个包这样，也可以避一下。还算大的。宽角的话也是单独拎出来可以做一些短夹面啊之类的。还算挺大的。短夹面这样子。有。也有人会拿来做皮带。皮带也有啊，拼吗？这种嘛，这样拼一张皮这样。就可能做个头嘛。对。做个头什么的。嗯。这样。宽角。这么大概这么一张是怎么卖啊？我们白胚的话，我们卖到25。一张不便宜。白胚的白胚呀、啊。白胚。没有染色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一楼呢是很少卖鳄鱼的，然后二楼呢就卖稀有皮为主。那说明什么呢？卖牛皮的利润呢？市场大一点。对，卖牛皮的利润会高一点啦、会挣钱一点啦，所以他们就能够拿到一楼的组成最贵的，对，然后二楼的稍微便宜一点
幻象。幻象。哇。你好。哇，这是什么皮啊？卡布什么的。它是一种品种的兔子，叫卡布。哦，卡。哇，有点舒服哦。你摸一下。哇。真舒服。一般拿来做包盖吗？这个。对啊，一般拿来做包盖。这个它随机，有些做手具壳，有些做那个围巾，有些做那个婴儿的毯子，这个看不见。哦。哈哈哈哈哈哈！不好的吧？现在舒服多少钱啊？这种？500一张。嗯，它是进口的，那个掉毛。这一边，这三排都是国产的。国产尼罗，那意思就是说，黑是尼罗的，然后鱿鲫在国产的，国内鱿鲫。这个所有我们的鳄鱼那个胚都是国外的，然后染色是在国内，所以算国产的。半进口的那种吗？我们那种进口的话，就是胚跟那个染色全部在国外，然后进来的。嗯，对啊，他们最很多听的就是金龙啊，还有HCP 啦、不敢遮，高光的会比较脆弱一点点，嗯、高光的稍微有点脆弱一点。那这种是怎么卖的？这种这个170公分，170公分，嗯，一张大概要，这大概就要有到35-36了吧，大概有下面38左右吧。后面有吗？37，那37乘以170的话，就是大概五，算一下，37，6290，就是让鳄鱼皮的话是6300，鳄鱼皮呢，它算这个价格呢，它不是按照长度来算的，它是按宽度来算，越宽它的长度也可能越长，对对对，它越宽的话呢，它的单位的价格也会越高，比如说如果它一旦超过了40或者超过了45-50这样子的话，就会它的厘米价格飙升更高。对，嗯，然后你看尼罗二的话呢，它的尾巴是就是特别的尖啦、啊，尖就收窄的很快，然后弯二跟那个短吻二的话呢，它的尾巴的收窄的那个斜度就会没那么缓一点，缓一点，尾巴长一点嘛，尾巴长一点的话。它展开的话就会缓一点。美洲的话它是没有气孔的，就每一格小方格上面是没有孔的，但是好像其他的尼罗二好像是有的哈，有、啊、因为它是属于真二科的小孔孔小洞洞，它这种是属于真二科俗称的美洲二，其实它不叫美洲二，它其实叫短吻二，短吻二的话它是属于驼科的鳄鱼呢是没有那个气孔的，而且它中间的部分呢是方方正正的，然后一下子就变到了旁边的这种侧腹的圆纹，圆纹，对，它没有一个过渡的，然后像这个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就界限不会很明显，就会有点过渡过来，慢慢的一点点变小，对对对，一点点变圆，然后这种高光呢，其实它不是涂一些什么东西上去，它是用那个。玛瑙石不停的磨，对对对，对这样刨就刨出来的光泽来的。解释一下，就介绍一下，有一些蜥蜴皮呢，它是背切开的，而且有一些是肚子切开的，它怎么去分别？你手上这一张它就是背切肚子的，切腹，然后对啊，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没？因为它蜥蜴它爬行动物来的嘛，然后呢它。如果你要选的是肚子上的话，像这种就是肚皮嘛，它就会有伤疤。拿这张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这张。它有些会有伤疤，但是这个还比较好吧，这个皮肤比较好。有些的话它是肚子爬行，它肚的话是这样子横着的，背是、你这张是背是这样子一点点。就这个是背，这个是肚。就背的话是像这种圆。鳞片形状的这种，对，然后肚的话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就可能是它肚子在地上摩擦，就可能会就不怎么好，是吧？皮胚容易受伤，有疤什么的。压纹的，压纹的这种，它的胚是牛皮，然后去压成这种
鳄鱼纹，然后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纹路样的很大，然后就是一般拿个大包啊之类的。哪有鳄鱼这么大个方块啊？哪有鳄鱼长在一起的？哦哦，这件是九百五，这条九百五，这么小张九百五，这有点贵了。这个是梅州的，等等，还有点，大概都是七八百那样子，九百五，哦，梅州啊，品种不同，重233。嗯，哎，这个便宜点，150。这能做？哎，能做什么？做表带喽。对，这种的话。重啊。嗯。重做表带。嗯。好的。好，谢谢。好，这里鸵鸟也有很多颜色。啊，红的。好贵哦。对啊，需要点。有皮卖的话更便宜一点。怎么我们上去了，上山了，上山了，可以哦，前方的还行啊，就是有点前卫，前卫有点重，有点前卫，穿着一身前卫 fashion 啊，我怎么感觉像泰国那种跳那种舞的插在尾巴上面的那种，我不是经常去看那种，是有印象而已啊。铂金，凯利，凯利嘛，对，凯利，你不要、啊，对不起，不要瞎说。我想问一下，这个，那鸵鸟做的话是一个卖多少钱呢？就我们批发三千。批发三千，对，手工的。手缝的。对，手缝的。哇，手缝的。嗯，三千批发，那到时候谁批啊？你看你了，你可以混着批嘛，对。哦，混着批，五个、十个。20个可以、啊、都可以的，嗯。你说三楼呢，基本上就是假爱马仕。再来看一个，假爱马仕。对，基本上都是假的爱马仕，什么铂金凯利 ，Constance。啊。哦，但是你说其他的 Prada 啊、LV 那些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是一个什么皮啊？法国 TC 的。TC 的啊、哦，就是爱马仕做 Clemens 的风格，就用这种皮料的。对，嗯。多少钱起啊？78。嗯。78。对对对。看一下吧。嗯。对对。那也是半张哈。嗯。大概这一张是多大？这一张22到26。哦、嗯，基本都是这么大的。就要分大小。很少是有那种全幅的，很少有一整张的那种皮的。从法国那边，它就是开店的。哦。龙江。对对。就做一个品牌，我感觉好像整个龙头或者整个广州吧，就你们这一家在卖，是中国代理。中国代理。哦。好，好，谢谢。乐俊，乐俊服业。现在去一下四楼，这四楼吧。四楼关的店更多，越往上就关的越多。盛客，盛客其实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就他们主要卖法牙嘛，然后包括我们的大神。别提名字。不好，不好提名字。对，就一些。圈内的一些大神也经常在盛客买一些法洋，法洋的中国总代理，还有 HCP 的一些鳄鱼啊、蜥蜴也是中国代理吧。我们的卖多少钱啊？这种大概是75左右。对，75左右。我这里只挂了几个颜色，有5个色左右，5、6个色左右，没有挂齐。嗯，那它这种的话，像你们的话呢，就比较喜欢用来做小件，或者是说用来做小包。嗯，啊，你看这些 Tiffany 蓝色，嗯，好、啊，
色差呀，我的手上有很多色差，对对对，手机拍出来会有，对，手机拍出来会有色差，但是嗯，完全不一样，对 ，Tiffany 蓝。有时候呢，手机拍出来，我这边可以，我这边可以，嗯、哦，色差真的挺严重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的本色是很漂亮的，对，它本就没有这么艳，哦、它没有手机里面的艳。你看 ，iPhone 十一，哎呦，我这拍出来不一样的色差了。新的那个在等着你、嗯、啊。新的。然后还有一种这种金属贴膜的羊皮，好的，手掌纹的它的手感是很干爽的，对，然后国产的那种呢会稍微有点塑料，塑料感，对对，很干爽，听一下声音，嗯嗯，掌纹哪个厂的？安诺内小气球，法国的，对，法国的，是大气球，热气球，热气球，哦哦哦哦，你们看一下。那个是 Annonay， 嗯 ，Annonay， 对，这一款是双色效果。看一下什么叫双色效果呢？就是它先是有一个底色，然后再在表面颗粒的上面呢，再做一些其他的颜色。对，看到没有？啊、就在颗粒的表面上做了一些其他的颜色。哦、就是这样子，通俗一点来讲、嗯，一眼看过去就两种颜色的感觉。嗯，我色盲吗？不是，那你这样看啊，你这样看哦，就是有一点点侧光的时候就会，你直接说卖多少钱吧。我觉得他们关心的会是一个价格，七十八一尺，七十八一尺，它这个是一整张，对，小牛嘛，一整张，对，小的牛开一整张的，然后很多的国产的皮料它是大的牛开一半这样子，有什么尺码标注吗？这里有，看一下，是剪掉的。是啊，客户拿样的时候剪掉的。哎，这里有个标 ，Epsom， 哎，是这么读的吧？对啊。哎，这里还是有的哈，国外进口的一个标志。嗯、这个就是会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196，1.96平方米，对，也就是196平方分米。法国的皮料都喜欢这样打码，用平方米来打码。他们是用这种，不是用尺嘛？是用的这种。反过来看的，那横线是在底下。哦，对不起。嗯。它是那这种怎么看？它是。你要换算。2.82。平方米，你们这边是乘以11.11还是10.76？10.764。良心。11.11是意大利的算法，10.76是法国的算法。那我再说一遍啊，就有一些商家呢，他会拿这种平方米呢，就乘以11.11。哦，就拿刚刚那个数。可以卖大一点点吗？哦，嗯。它的颈纹什么的都挺少的。它颈纹都。都集中在上一波，肯定啊，颈在上面啊，颈又不会打到屁股。就是比较漂亮一点啊，颜色。多少钱啊？98一尺。98平方英尺。然后刚试了看完了，我们来到去一下5楼、6楼，然后看一下大吉拉链，挺出名的，卖完全全拉链的，卖了很久了，已经卖了很久了。你好，我来看一下。拍照啊。哦，不能拍啊。不能拍、啊。哦，好的，那就不拍了。好。不好意思。嗯。哦，这种国产拉链就很多，就是，然后一般卖5斤的话，他们其实很少的说把他们所有的款式都挂在店里，因为基本的话他们都是靠一些客户来订货，来拿一些样品来订，然后他们可能墙上挂的都是几年前啊，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些5斤的一些版的。我路过那家是卖库存皮的。对，相对于库存皮，其实这个水也很深，其实有一些商家就是说把一些库存皮掺和到新品里面来去卖，那也无可厚非啊。其实，有这个需求就会有这个事情。嗯。
龙头这边呢，很多做五金的，基本上就是在店里头放着一两个样板，基本上你要去跟他们买一两个的，几乎是没什么可能的。嗯，我们基本都做批量。嗯，我们随便挑一家去捡一下批量样板。现在去我们刚进门讲的那种那一家，刚进门讲的那一家瑞丰，看能不能他店大一点，会不会大包一点，看不能捡一次哈。我们捡个短夹材料包是没问题的。就这么蹭的。对，我们偷偷的，那我们在外面吧，让他们去捡。不看了，不看了，我们在外面。看啊，捡了，捡了，捡了。哇，捡了，真的捡得这么大了。那什么粉来着？就南溪粉。南溪粉。服气服气，对不起，我输了。巴掌大。对对对。现在的那龙头呢？你能剪这么大个吗？那以前啊，你想想剪那个手指那么大的，就手指那么大的，你都很难的，没人理你的。好，那现在基本就整个龙头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Welcome back.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f you find this video is useful, comment below and thanks for your thumbs up.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material supply center or questions during manufacturing, make sure you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 below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to not miss out any industrial news. S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